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宝林的好听的音乐分享。近期，杨坤老师和陈楚生在母婴中上演唱新歌《泥巴》冲上热搜，歌名挺有意思，歌词就不用说了，记忆深刻又简单明了，好唱好记。我估计80岁瘫痪的老爷爷听了他的歌，站起来都能跑了，简直太洗脑了。失语者也可以快乐，他们叫我扔泥巴，我那泥巴种个瓜，他们叫我扔石头，我那石头砌小楼。我想躲，熬你妈个头啊！熬你完没完啊？我已经说了不行了，你还要熬熬熬熬，完全不理人家，受得了受不了啊你！这么奇葩的歌曲，简直就是流行音乐的悲哀，幼儿园小朋友都可以唱。我让你吧，我让你把种个花，他们叫我扔石头，我扔石头砌小楼。杨坤表示这首歌很有内涵，我听了情不自禁地笑了。这个歌的歌词它就特别有让我有感触，歌词的意义远大于旋律。可能我是一个农民，实在欣赏不来，听刀郎的歌是哭的泣不成声，听杨坤的歌是笑的泣不成声。这首歌歌词听起来刺耳又好笑，总感觉到像这样的歌让中国音乐倒退了30年，更有网友说让中国流行歌曲倒退了100年，真是打脸。想不到杨坤20年前评价刀郎的话，现在被网友用在他的身上。万一也火了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我要想说的是，真的这些歌是没有品质的，是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了15年的。不过有的网友说杨坤的泥巴已超越了刀郎的花妖，我在网上查了下，这条视频的评论点赞已超过了上万条，热度非常之高。我们来听一下刀郎的花妖。这不是开国际玩笑，坤哥韩魏进化，刀哥已封神，你叫一个挖土的去和一个天才比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此歌一出，马上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引发众多网友的激情创作和评论，突然之间人人都成诗人和歌手。我是越听越想笑，越听越上头啊。他们炒我扔鸡蛋，我炒个饭啊，他们炒我扔箭头，我吸两口。他们炒我吐口痰，我拿去熬稀饭，他们朝我放个屁，我拿来当氧气。他们朝我扔鸡蛋，我拿鸡蛋炒葱花，他们朝我扔粑粑，我拿粑粑做蛋挞。他们朝我扔泥巴，我拿泥巴种花花，他们朝我扔石头，我拿石头砌小楼。我不说呗，我不说笑呗。他们向我扔泥巴，我拿泥巴当泥窝，他们向我扔石头，我拿石头砌小楼。哦，唱的这么难听，这么没有品味的歌还在这里哦的。不醉不醉，我不醉。哎呦妈！而这两天杨坤又出了首骚歌，这首歌真的有点接受不了，感觉他是不是被网友扔泥巴打懵了。越慌越想越慌，越痒越骚越痒。杨坤的这首泥巴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？咱们评论区见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